大家好，我是不慌，今天继续来讲幕府将军第六集的故事。紧接着上一集，胡勇的军队遭遇了地震，落叶夫人回到大阪，打算让议会听从自己的命令。地震当晚，胡勇召集了手下，他赐予了约翰一处封地，并任命他为海军元帅以及大炮队的将军。第二天，索仲和侄子抱怨地震死了几千人，他们现在完全没法与食堂抗衡，自己的军队也成了胡勇的。于是他吩咐下属写另一份遗嘱。胡勇这头，文太郎就之前殴打真理子的事儿向他来请罪。胡勇说，那你就休了他吧。文太郎却不肯，因为真理子嫁给他那么多年，一直对他冷冰冰的，可他与约翰在一起时却完全不同。话没说完，身后约翰与真理子走来。胡勇说，真理子也是听从他的命令与约翰在一起，并要求文太郎与真理子隔离七天。文太郎转身看到二人与约翰相互鞠躬后离去。约翰就军队遭遇地震的事儿向胡勇表示了遗憾，但是他好奇胡勇昨晚为何给他那么大的奖励，因为他无法像胡勇所希望的那样效忠于胡勇，并且约翰还是希望离开日本。如果希望他继续待在日本，他要求将他的船归还，这样他就能够攻击彼此的敌人，也就是葡萄牙人，这样就能够损害胡勇在议会里的对手，也就是木山和大野领主所掌控的港口贸易。胡勇问约翰，自己为什么要攻击一个与日本友好的国家的船呢？约翰告诉他，葡萄牙人所掌握的财富与权力最终会威胁到胡勇和日本。可胡勇似乎并不想继续讨论这事，于是二人准备离去。但是胡勇把真理子给留了下来，他问真理子和约翰之间发生了什么。当下大战一触即发，他不希望自己的人分裂，为了安抚约翰，他让真理子安排约翰到妓院走一遭，指明最好的妓女给他，并让真理子陪他去，以免约翰在过程中想要聊天。大阪这头，食堂封锁了大阪城，不允许任何的摄政王离开，要求所有人投下对胡勇不利的票。广松连夜赶去通知胡勇，葡萄牙传教士也在这边商讨，因为落叶夫人控制了议会，她不喜欢教会，想必今后葡萄牙人的日子不会好过，所以葡萄牙人在商讨是否该与胡勇结盟了。大阪这边，众人在看完能剧后，食堂询问伊藤领主是否愿意加入议会，用来投下除掉胡勇的一票。伊藤领主并没有说话。食堂问落叶夫人为什么恨胡勇，落叶夫人却说，第二天一早，广松赶到了村子，将食堂的计划告诉了胡勇。整个大阪现在都是食堂的了，就连他们的盟友如今也成了敌人。今こそ好天の時にございます。飞鸿天空是胡勇很久之前就制定的计划，对大阪发动一次性的猛攻，铲除议会，成立新政府，由胡勇担任唯一的摄政王。索仲认为这是在自寻死路，但广聪说可以和胡勇同父异母的弟弟佐伯信臣联手。央海觉得这还不够，但城门觉得父亲从未吃过败仗。但胡勇说，これはわしが戦を先に仕掛けたことがないからじゃ。後天はいたさん、わしは将軍の位を望んだことなどない。今後も望まぬ。到了晚上，约翰和真理子来到了妓院，而这位为约翰服务的菊小姐正是之前和央海在一起的那一位。菊小姐向约翰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地方的存在。こちらにおいでになる方は皆様、忘れたいものをお持ちでございます。退屈、痛み、苦しみ、落胆、皆様ここは快楽に溺れるための場所と思っておられます。 She means wish for a different life or circumstance. 別のところ They want to be any place other than where they are. 私はかような望みを。约翰听着听着，似乎反倒对真理子动了情。这时菊小姐邀请约翰前往私人房间。ご一緒に参りませんか。而此时的二人都露出了怅然若失的神情。第二天晚上，胡勇问真理子，他记得真理子小时候与落叶夫人很是亲近。真理子说，自从他成了落叶夫人便再没了联系。胡勇疑惑是什么让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胡勇说，真理子的父亲曾经告诉过他，他希望真理子是个男人，他为真理子设想了伟大计划。真理子说，那他就该让自己嫁入更好的人家。但是胡勇却告诉他，気づいておらなんだろうか。それもすべて父上の策であったのじゃ。そなたを嫁がせることで、できうる限り父の戦から遠ざけ、そなたを守ろうとしたのじゃ。いずれ父の戦を娘が受け継ぎ、全うできるようにと。
第二天，大阪这边议会正在投票，但山森领主表示并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对继承人图谋不轨，所以他不打算投票。弹劾胡勇没能成功，落叶夫人马上来找石堂问罪，石堂只好让他耐心等待。落叶夫人说，之前石堂问他为何痛恨胡勇，那从他童年时期就开始了。これまでの長い年月、私はずっと見てまいったのじゃ。あの男の耳打ちを、計りごとを、確かに。我が父を手にかけたのは明智人才かもしれぬ。じゃが、裏で糸を引いておったのは虎長じゃ。石堂表示，把这件事公开，那胡勇就完蛋了。落叶夫人表示，这毫无意义。她问石堂，你知道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为太阁生下儿子吗？大王院様は私が見守るよ。苦き薬草で酔わせ、口にできぬようなことを知った。お世継ぎの母になれた私一人、何故かその方にはわかるか。宿命に我が姿を見せつけたからじゃ。故に宿命の目をえぐり出すことができたのじゃ。第二天，试图离开大阪的山山领主被石堂杀死。消息传到胡勇这边。わしは領地を欲してなどおらん。名を上げようとも思わぬ。されど逆賊どもが太后様のお世継ぎにあだなす恐れあらば、必ずやお世継ぎをお守りいたす。好天じゃ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